01，他会主动跟你说起他之前的感情经历，男人喜欢你，会努力证明他的心里只有你，会通过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是可以信赖的。他会主动交代自己的情感，跟你聊他的过去，让你知道他对待爱情的态度。02，他会在睡觉之前跟你聊一些暖心的话，深夜是感情的倾诉的源泉，只有在晚上内心情绪才会得到释放，最适合谈情说爱，更能增进感情。如果他每晚都找你聊一些你们感情的话题，他的内心肯定是特别想听到你声音的。03，他会向你说一些他遇到的事情。如果一个男人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告诉你，那么他一定是信任你的。所以当他内心膨胀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都是他最爱的人，他会渴望得到你的支持和鼓励，会需要你。04，他和你聊天的时候会用搞笑的段子和图片逗你，男人一般看起来都是那种很大男人的那种，但是在爱的人面前就会变成小孩，他会努力想办法逗你开心，他希望自己能够带给你快乐，所以他会希望你能够开心，他也会开心。男人跟你聊天时有这四个细节的，那么就是真的喜欢你了。如果你也遇到这种男生的时候，不妨试着接触一下，说不定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